有那么多男孩子喜欢你，你为什么就偏偏？阿妹，你会跳舞吗？跳舞啊？嗯，会啊。你会？我之前在我们寨子里跳舞，还拿过奖。拿过奖？那你跳一个给哥看看。在这儿吗？啊，这不是舞台吗？在翡翠大舞台吗？是什么舞台啊？这什么？这是翡翠屏风。屏风？啊。哦，有，那么有钱啊你？你们家屏风都那么牛啊？对啊。哎，那你这个送给我呗，送给你啊，当彩礼，送给你当彩礼，对啊，哎呦我还要给你彩礼，对啊，我上门啊，行不行？我们家不收上门的、哦、那你嫁出来吧，出来。哎，你到底喜欢我哪一点啊？我没搞懂。我没说喜欢你啊。哎，是不是你说的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别人说的？哦，我记错了，记错了。Sorry， 失误了啊！你瞎说！你今天，你带了什么东西来？我今天带了一个特色剑。特色剑啊？嗯，很霸气的。又是毛货？哇，冰皇匪的关二爷。不闹嘞！不闹嘞！嗯，这个要18000。18000？13800。Oh no！ 13800，不好听嘛。38000，你说我是三八？那12800嘛？那16800？15800？14800？好，可以成交。真的？嗯。哎，成交了。成交了。但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，有那么多男孩子喜欢你，你为什么就偏偏只找我卖货呢？因为我就认识你了。你就认识我？那我算不算你的心上人呢？那你觉得我帅还是他们帅？你帅。我帅。你觉得我有没有他们爱你？不知道。试一下哥。走。